好了，爸爸开始切蛋糕了哦。是谁生日啊？今天晚上啊？爸爸的。切个蛋糕。Cheese。切个蛋糕。弟弟，快点过来，你准备切好了蛋糕。不喜不约呢。吃一个。香啊！弟弟，给你吃个巧克力过来。你快点，弟弟，快点过来。弟弟过来喂。快点。会玩书的小孩，快点过来。过来吃个巧克力，快点，好好吃，快点。你最喜欢吃巧克力啊！快点过来。你们过来一起给爸爸唱个生日歌，快点。快点。我不唱。快点，好吗？爸爸想听你唱个生日歌。巧克力好吃，快点。然后爸爸。我刚才这么多背诵，我都忘记怎么唱了。爸爸妈妈去拿三个叉子过来，先唱个生日歌给爸爸听好吗？开始，中文的，什么都可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祝你生日祝你生日快乐。弟弟啊，你还没唱哦。哇，弟弟快点过来。来，哥哥先唱，我就先给哥哥吃了哦。快点过来呗 ，Kiss 姐过来吃。你说我不吃。过来吃啦，不要讲啦。很好吃的那蛋糕呢，这一块哇，有个那个给你的，你看。我给一个那个什么，有风波啊，还有那个黑色叫什么啊？快点过来，很香的蛋糕，很好吃的，快点，快点过来，快点。我选那个黑色的，我没有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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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。那你过来，你唱个歌给爸爸听一下，好吗？你唱个歌，爸爸。爸爸想听你唱歌。唱一个很简单的。哥哥也过来，哥哥也过来，哥哥也过来这里。你哥哥跟你一起唱，好吗？来，哥哥看过来。唱一个歌。唱法文的。唱法语的歌给爸爸听，好不好？生日快乐歌给爸爸听。你看，连对着镜头唱。好吧。可以啊。唱中文的。对。八。开始，一。二。三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，祝你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亲你，弟弟没亲我呢，弟弟，哎呦，来，让爸爸亲一下吗？哎呦，真是，来过来了，吃蛋糕，快点吃蛋糕。看到没呢？这蛋糕是你的啊！我要快小了，看起来不错吧？哎呦，能不能拿个东西呢？拿个叉子都不得，哎呀！为什么要给我？是你搞的。爸爸，你说什么时候停？等一下，你说停就停啊！我还没吃蛋糕呢。停就停。吃海饭。吃蛋糕先嘛。你要不要吃蛋糕？哇，好香啊！弟弟，过来吃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好，停了。过来吧，弟弟。停。